我们现在已经在林苍兰八城重启了阵法，这鬼地方不会刚好也是阵眼吧？大伟哥，你别站那么傻，真的还在里面等我吧？ 结界都破了，你为何不跑？你说过让我在这等你的。你这呆头鱼！雪师姐和青羽鸾鸟为什么不见李叔？ 长夜，长夜，长夜，快起来！长夜，为何替我挡下那一劫？我不想你受伤。 伤得这么重，脱下去可不妙，得尽快找些水，让他能温养疗伤。伤口疼吗？疼，但你没事就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 这是我从人间学来的，可以让受伤的人好受一点的特殊法术。摸一摸就能好。 但我现在还没好。 会好的，真是漫长的法术。长夜，我在这儿施展不了灵力，我身上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疗伤。我去四周看看，哪怕找点水源。
可以让你汲取点力量也好。你在这里乖乖等我回来，不要乱动好吗？云禾，这里雾这么大，我怕你回不来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来，你拽好这一头，到时候等我找到水源，我就能顺着这条线回来。你知道吗？有红线相连，便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携手白头共到老。只要捆在一起，我们就不会走丢了。所以说，我能不能回来，能不能活到老，就看你了。好大的水潭，别说给长椅疗伤了，连沐浴都够。禀公主，思过窟内鲛人不见踪影，金云河也不见了。公主，是否身体不适？可是刚刚受了伤。青叔，加派人手去找，一定要找到他们，快去。是。偏偏在这种时候出这种差错。云禾，我泡完水之后伤都不疼了，再抹点药就能好。这么快啊？果然人长得好看，穿什么都合适。随便翻出来的一件旧衣服，都这么合适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不是刚泡过水吗？怎么身上一滴水都没有啊？为什么会有水啊？我们鲛人爱洁重仪容，离水之后，衣衫和头发皆再无失意。这么讲究？你要不要泡水啊？我还可以帮你沐浴。不用了，我还要整理一下屋子。那些都是你变出来的？是那个柜子里翻出来的。说的还真是奇怪，青云鸾鸟被关在十方阵内，这里倒不是刀山火海，反而是一片世外桃源。难道说青羽鸾鸟被关在这里的这些日子里，给自己打造了一片新的天地？青羽鸾鸟？哦，它是在海里的时候，我好像听说过它，应该挺厉害的吧？它在这儿被关了千年。那我们是不是会遇到它？不会，它已经逃出去了。所以刚刚都是因为它？是，整个万花谷因为它而大乱。那是挺厉害的，啊！对了，云禾，黎叔和雪三月现在怎么样了？林浩清说，他们相恋的事情被发现，要受到刑罚。当初约好了大家一起逃出去，可如今黎叔和雪三月，罢了，这。
这傻鱼本就与这些事无关，何必让他多添烦恼？他们已经没事了，都已经解决了。你帮他们解决的？嗯。那你也很厉害。这个送给你。你哪来的花啊？黎叔给了我花籽，他说女子配花会很好看。当初黎叔与雪三月也是以花定情，却那般收场。这花如今看着还真是讽刺。这花既不能当零食，也不能拿来吃，倒不如给我一些灵芝，我可能还会更开心。好啊，那以后我就给你种灵芝。眼下逃跑最要紧，旁的就别多想了。你在这里好好养伤，我出去探探路。大尾巴鱼，嗯，以后如果再遇到什么攻击，你不用替我挡。换作你遇到危险，我不见得会舍命救你。